除中国大陆的居民很希望这个温度赶快回升之外，包括在日本跟南韩的观众朋友或是他们的民众也是一样，因为在日本跟韩国也是寒流急冻，甚至也出现了机场瘫痪，甚至呢车子也被冰封的情况。我们先来看到日本好了，日本的气象厅就说，主要受到极地气压还有日本海极地气团复合带的影响，连带让北海道九到九州的日本海沿岸呢，这个大雪不断的下，而且一直会下到23号，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车也都被这个下晒的雪给封起来了，当然在交通方面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光看这个图片哦，铲雪的画面就发现说这个雪也太厚了吧。包括在日本的降雪量，我们统计到今天下午5点为止，北海道积雪最厚最深来到了73公分，新系还有这个岐阜以及福井其实也都在50多公分到70公分左右，其实都可以感受到这个积雪已经淹到你的小腿肚，当然对整个交通啊都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再来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要来看到是南韩哦，南韩真的是整个都市里头就像冷冻库一样，因为呢大雪加强风，让大家体感温度明显偏低，甚至实际的气温来看，大家最喜欢去的首尔-14.7度，还有江原道-21.5度，甚至呢其实。就算以高温的情况来看，好像也没有高到哪里去哦。全境的最高温是-2度到-9度，真的非常冷。甚至呢，这样子的寒冷也影响到了空中交通，因为机场处于一个停摆情况。像是韩联社的资料就说了，济州国际机场跑道紧急关闭，一直到下午的4点，长达了7个小时又40分。当然，很多的航班都是停摆的，像是有277架的班次停飞，有4班延迟。主要呢，因为大雪让整个只要跑道上，其实只要有微微的积雪，就会让这个驾驶哦，机长是看不到前方的这个相关的指标。所以说，贸然的起飞的话，绝对会是非常危险的。再加上飞机停在地表上，是很有可能机翼也出现结冰状况，也需要进行处理。很多的这个乘客就说了，这个航空公司怎么没有主动联系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飞，也造成了很多人行程上也出现了打劫情况。不过刚刚我们提到说，南韩的济州机场因为天候问题，陷入到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停摆的状况。目前统计出来，大概会有7500名的旅客受到影响。南韩街头民众包得紧紧的厚重羽绒衣全部穿上身，因为实在太冷了，全国各地都出现摄氏-0的极冻低温。오전6시기준으로강원산간의아침기온은-25.4도까지곤두박질쳤습니다찬바람이세를더하며체감온도는새벽한때-39도를기록했습니다首尔也冷到令人受不了，温度下探到-14度，但由于寒风阵阵刮来，体感温度竟然是-25.8度。居民都说很像受困在冷冻库里，甚至还传出多地的水表冻到坏掉。수도계량기동파도173건접수됐습니다서울에서90건이접수돼전국에서가장많은피해가발생한곳으로파악됐습니다不止如此，位在南韩最南端的济州机场受到狂风暴雪影响，导致上百架航班取消或误点，估计影响7500多名旅客，同时海上交通也被中断。울릉군과기상청에따르면지난19일밤부터어제오후4시까지울릉지역에는 23.7cm 의눈이내렸습니다다만인근해상에풍랑주의보와강풍주의보가내려져지난20일부터여객선운항이통제됐습니다低温又暴雪，南韩中央灾害安全对策本部则宣布继续维持在2级紧急状态。至于日本，同样遭遇今年入冬以来最强寒流侵袭，从北方的北海道到南方的九州，通通受到暴风雪袭击。知名景点岐阜县白川村降雪量高达52公分，变成一片银白世界。连日降雪更是在北海道造成交通大乱，当地的积雪量已经达到往年的3倍，路面被厚重的白雪覆盖，有居民因为公车连续5天停驶，甚至连去医院看病都成问题，叫个计程车都得等上1个半小时。 TVBS 新闻综合报道。再来，我们持续来关心到两岸关系，难道现在是胡萝卜跟棒子齐飞吗？
就是我们昨天说到 ECFA 的问题哦，难道是在玩两面手法？现在呢，最新消息是中国大陆宣布解禁我国的石斑鱼。中国大陆其实前几天才释放这个消息，其实终止12项 ECFA 的这个产品关税减让，这个部分主要都是以石化产业为主哦。但是现在重新开放石斑鱼的活鱼输送到大陆去，因此也被质疑说，难道是在玩两面手法吗？因为一个是禁，一个是开放，似乎现在并在一起讲，会让人有非常多的联想空间。但是以中国大陆的网络这个舆论来说，其实也都是有非常多的声音，像是有人说做完了现在给药了，还有人说通关密码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当然其实在国内的产业界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讨论跟思考，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第一个，以台湾雕协会的理事长郭建显他就说了，其实当然这个消息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渔民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控制放养的鱼量。而且他也预估说，其实在之前我们失掉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其实各个渔民都有在进行饲养的减量，但现在鱼少，但是要卖到中国大陆去，预计呢接下来鱼价会往上走，而且呢恐怕会无鱼可抓。所以到底如何控制养鱼的量，可能对现在的养殖渔业来说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另外呢，要来看到台湾的石化龙头台塑是怎么说。他说，中国大陆现在出手明显的就是瞄准了台湾的石化业产品，希望两岸可以尽速的展开对话来解决这样子的经贸问题。但是经济部长王美花也针对这件事情来做出解释，他说目前没有影响到就业，他说的是我们目前的石化原料被减让关税禁止的部分，目前主要是强调说似乎现在结果还有后续的影响没有出来。但是呢，他认为说我们应该更关注大陆的石化产品低价还有大量倾销的问题，必须要来进行解决。他也认为说，台湾的石化产业必须要走一个高质量化，才能应对未来这种市场的变动性。但是呢，我们要持续来关心到，如果在今天中国大陆宣布解禁我们的石斑鱼的话，接下来对渔民来说，他们又要怎么样？养殖业来说要怎么样来反应呢？因为光是过去一年，他们少了大陆市场，减产已经来到了20%到40%，避免损失。但现在重新的能进入到大陆市场，他们也很担心，会不会是一种经济绑架呢？养了一年多的龙虎斑，依照尺寸大一点的移到隔壁这个池子，几天后准备活鱼出口到香港。渔民喜上眉梢，因为大陆在12月22日这一天宣布解禁，核准台湾石斑鱼进口，第一批有7家业者上榜。那我们对这当然是很兴奋、很开心啊，对不对？终于可以输出了、啊，很期待啊。但是期待归期待，也是看能跑过去能不能顺利啊。这次公布的合格名单，6家在屏东、芳寮、林边、嘉东等，1家在高雄永安。大陆以验到结晶子为由，在去年6月中宣布禁止台湾石斑鱼输入，相隔1年半禁令解除，少了大陆的市场。这期间渔民减产2%到40%，外销香港，加上东南亚以及台湾内销，勉强挺过去。是大家也是硬着撑啊，全部都是肉嘛。都去骨的，完全没有骨。处理过的龙胆石斑鱼肉真空包装，销售对象主要是台湾的餐厅。而台湾石斑鱼过去大陆市场占大宗，去年台湾被拒于门外。农业部积极布局全球高消费市场，已开拓新马、美国以及日本等新兴市场。111年外销大陆以及香港以外市场251公吨，较前一年同期46公吨成长。今年1到11月外销363公吨，也较去年同期185公吨近翻倍成长。只是大陆才刚宣布终止 ECFA 中12项的石化产品优惠关税，明年元旦实施，渔民多少也会担心哪天又轮到石斑鱼。长时间就是价格低的话，渔民也是撑不下去了。乐观看待应该是 OK 的。他们要停，有时候他们要进，然后也都不是立于一个对等公平的原则。继台东世家又传来的利多消息，石斑鱼可以卖到大陆，在台湾大选前20多天敏感时机，也不禁让人联想石斑鱼贸易和政治考量有着耐人寻味的关系。 TVBS 新闻方世雄、黄小琪高雄报道。再来，我们聚焦到这个以哈的战事当中，现在以哈冲突最新的进展是，包括是以色列的总理还有卡萨姆女
这个哈马斯这边呢，双方又再度的互呛。我们先来看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怎么说，他是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说了，会坚持战斗直至取得胜利，而且呢会留给哈马斯的选择非常简单，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投降，或者就是死亡。其实这个说话的强度是非常强的。另外呢，他甚至也点名说，这个尽全力确保加萨不会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也在他的谈话内容里头。其实这就留出了非常多的想象空间，似乎也是暗暗在透露说，如果在今天以色列已经决定，而且已经进行到他们的所谓的攻击行动到了一段落之后，他们会如何针对加萨地区来进行管控，还有决定了加萨地区的未来命运。其实在这个访谈当中也留下了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再让我们来看到卡萨姆旅的发言人奥贝达他是怎么说，其实以巴勒斯坦来说，长期受到以色列的压迫状况之下是别无选择，只能复仇或是抵抗。而且呢，他也说了，以如果真的双方想要逐渐的迈向和平的态势来说，他们希望已经被压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可以全部获释，而且所有的以色列人质也能获得释放。所以说以色列需要停火及谈判，所以说否则人质不可能活着获释。等于说其实以哈马斯的态度来讲也是非常强硬，所以目前看起来这场以哈冲突还没有看到尽头的可能性。现在甚至有传言指出，哈马斯在海外是大举征兵，锁定黎巴嫩，准备成立了洪水先锋部队。另外根据美国掌握的情资，整个哈马斯在国际上的形象是由黑翻红，甚至他们更担心说会不会助长其他的偏激以及恐怖组织，助长国际恐攻的事件发生。以色列台拉维夫周四再度响起空袭警报，空中传来铁锹拦截哈马斯火箭的爆炸声。Another day in Israel, another round of rocket fire.Hamas targeting Tel Aviv with a barrage of rockets from Gaza. Israeli media reporting some 30 rocket interceptions by the Iron Dome. 法国上议院的议长拉谢刚好访问当地，空袭打断他跟以色列在野党的会议，赶紧转移到避难所。幸好这波空袭没有传出伤亡，哈马斯至今还是有能力发动火箭袭击，甚至打算在以色列北方邻国黎巴嫩招兵买马，成立名为阿克萨洪水先锋队的武装力量。传出许多黎巴嫩人义愤填膺想加入，但是统治势力却极力劝阻。في رفض لبناني عارم من كل الفئات من كل الطوائف لهذا الموضوع لأنه لا نريد عودة إلى الوراء. 听得出对哈马斯心有忌惮，这是因为哈马斯在国际间的影响力不减反增，就连美国的情资也提出警告。Analysis suggests that Hamas's influence and power may be gaining outside of Gaza. The fear is among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that this risks inspiring terrorism abroad. 毕竟哈马斯仍是西方国家眼中的恐怖组织，没有想到加萨死伤却引发国际。同情扭转哈马斯的负面形象。Because the byproduct, as we've seen, is massive civilian casualties. So you're now increasing popular support and sympathy.Not only for the Palestinian cause, but for Hamas. 欧盟本月初也提出警告，耶诞假期要特别当心恐攻风险。体育选做不到。再来，我们来看到一个救援情况，这个是挪威的极地游轮莫德号，由于呢在他们航行的时候遇上了风暴，连带巨浪。吹进了这个舰桥的窗户，把它吹破了，也让水进到轮船的一些机组，连带导致了导航系统还有雷达都是处于失灵的状况。所以整个船上包括总共有397人，机组人员100多人，还有乘客大概是200多人，只能在这个轮船上随着巨浪再浮再沉。而且呢，相关的机组人员也只能紧急的把所有的方式改由手动操作，才能勉强让这个引擎来恢复运作。不过现在他们是急需要救援哦。目前的状况来说，救援的船只已经到达现场了。这些船上的人员包
括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旅客都会被改测到另外的支援船之上，还有这一辆这个极地游轮莫德号就会被拖到了港口，现在持续的在进行救援当中。另外大家也非常关心的就是昨天发生的海湖潜舰意外哦，在昨天传出了官兵落海情况，目前当时下海落海的有6名官兵，但是还是有3名的官兵依旧是下落不明，而现在相关人员也持续的在搜救当中。海军3名官兵落海下落不明，军方出动搜救机，空勤总队也出动直升机搜索。5艘军舰、3艘巡防舰和2艘巡防艇持续搜索不放弃，因为碰上寒流低温，救人刻不容缓。风浪过大，造成安全锁撕裂。海军原本说是官兵的安全锁撕裂，后来强调安全锁没有断裂，而是变形松脱，才导致人员落水。21号中午，海虎舰正在进行潜航过程当中，突然发现救难浮标盖板松动，舰长下令浮航，派出官兵到甲板检修。分3批上了甲板之后，总共陆续有6人落水。当时共有3梯次登板，第一梯次2人进行检修，但涌浪打来，2人不慎落海。第二梯次大约5、6人上甲板救援，但救援人员也被海浪打落。前后6人落海，再派出第3梯次人员抢救，总共11人登上甲板，结果3人获救，3人失踪。获救的3人22号清晨才抵达本岛，其中有5名官兵紧急送到海总急诊，4人擦挫伤没有大碍，不过有1人手部骨折，疑似在船舱中受到剧烈撞击，需要紧急开刀。右手的第3指的开放性骨折，第4指的闭锁性骨折，需要接受手术。军方强调，落海的官兵都有穿新式的救生衣，陆海空全面出动救援，分7大区块搜索，每4小时依洋流及潮汐变化调整范围，与时间赛跑，期盼能尽速找到失联的3名官兵。TVBS 新闻，艾昭贤，高雄报道。TVBS 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